翻身二踢脚落地以后，保持住一个拍脚的一个姿势。好，移重心。好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双手向左引。好，开步变成一个捋式，斜方向。我们说了，南北啊没有直来直去的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斜步。松肩坠肘，右手落，左手向外翻掌，变成捧式。移重心，保持身体的中正性。好，侧步。退步的时候，护脸护裆，左手护脸，右手护裆啊，有个向下穿掌的意思。退步啊，护脸护裆。好，打开一个斜飞式，右手下按，左手上，移重心。我们可以看见整个在做一个复杂的过程当中，都是要什么，先守身体的中正性。好，右手提拳，左手下按，松左胯，拧腰，双手握拳啊，就和拧衣服的时候的一个拧劲儿。护心拳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好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双手放松啊，自然下垂。当收左步开步的时候，双手向左引，变捋式，同时开步。松肩坠肘，左手向外捧，右手下落，与脚右脚相合，移重心，收步，退步，护脸护裆，右手护裆，左手护脸。好，打开一个斜飞，右手下按，左手上，啊，移重心，身法中正。右手提拳，左手按，左手握拳，松胯拧腰。好，双手啊，就和拧了一个衣服一样，啊，一个小蚕丝，护心拳。好，我们从反面看一下。好，移重心，双手下落，双手向左引，变捋式，同时开步。好，松肩坠肘，右手与右脚相合，左手向外捧，移重心，侧步提膝，退步护脸护裆，打开斜飞式，右手下按，左手上，移重心。好，双手向右引一下，右手提拳，左手下按，松胯拧腰，啊，一个蚕丝，护心拳。